媳妇儿啊！哎呀，坐坐坐坐坐！哎呀！把桶理会了吧？快给我揉揉！哎呀，那个我让你收回来，我给兔子的桶呢，你放哪儿了？那个，这个干活儿，哎呀，我是没干。没干。哦。没干，我给你吹了这么长时间。你这在家里是不是练臂力棒了？这个手劲儿见长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媳妇儿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这不是去干活的路上，我寻思今天一定要完成俺媳妇儿给我交代的任务。结果走着走着就碰上老三了，老三他非要说他要去东哥太丑了家，拉着我一起去。不是他去他家跟你什么事啊？你就说呢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继续往前走，我不搭理他。俺媳妇儿不是交给我任务了吗？我不能听他了哈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继续往前走，没有看见老狗了。不是，你就看见老狗扫狗的，那也不跟你使啊，咬你了？不是不是，那个就成天穿个黑衣服那个老狗。啊，那个老头子。啊，以前开工厂那个。啊，他又怎么了？我碰见他，他说那个我去东哥太丑了家，你去不去？然后呢？我说我不去啊，我肯定我不能去啊，是不是？对嘛。那个他说你不去，我放狗咬你，我放狗咬你，我放狗咬你。啊？啊。我其实我也打不过他家的那个大嫂，我就屈服了，我就去了。不是那丢下东哥太丑了家干什么？斗地主吗？斗地主啊？不是，斗地主就三个人，就四个人。他们三个人的不爱耍，就爱耍这四个人斗地主，就非霸气就给我摁那儿了。我这旁边还拴了只狗，就不打不行的那种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就啪啪啪啪打了一天，哎呀，给我累的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媳妇儿快给我摁摁来，哎呀，我摁你个大头鬼，我摁你活儿没干，你还有脸回来让我给你摁？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哎呀，我这真是确实打累了。那个饭走好了没有？哈哈，哎，走好了。那个，不管老公啊。那个，我看你这打了一天的扑克甚是辛苦呀，哎，腰也疼是吧？哎呀，胳膊也酸对吧？这腿也麻。对，腿不酸，腿不酸也不麻。啊，哎，我觉着我得好好犒劳犒劳你。这样，在吃饭之前啊，咱先玩个小游戏怎么样？哎呀，媳妇儿，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情调了，还玩游戏啊？那来吧。我不是看你辛苦嘛。咱俩今天就玩个翻牌子的游戏啊，你来找我。哎呀，这翻牌不是以前皇上才能翻牌吗？我也能翻啊！好，我等着你啊，媳妇儿。哎呀，老公能着急了吧？先走进哈。来，咱现在啊是四个牌牌，这里边啊每一道菜。都是你爱吃的，总共是四道菜，你翻哪道啊，我给你做哪道菜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媳妇儿，这我还有点小紧张，有点想减肥哈。你打牌这么辛苦是不是啊？这必须的，要对你好点，就把你累坏了，你看看。太刺激了，那我选了啊。学呗。我的生日是三月，所以我要选第三张。红烧牛肉。哎，老公你太棒了，一下就吃到红烧牛肉了。这样吧，我这就去给你做一下哈。哎呀，媳妇儿你也太好了吧，太棒了。我现在有点好气。我比较好气，剩下三个都是什么？哎呀，都是你爱吃的硬菜，你看看。啊，小鸡炖蘑菇。哎呀，排骨。鲜虾鱼。对呀。厉害，俺媳妇儿啊，简直太好了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不知道能不能斗胆的说一下。把你大胆的想法大胆的说出来。我想这四个都吃，媳妇儿，你要不给我安排一下？行啊，必须得行啊。真的假的？哎
呀，是让你使我能干又辛苦的老公呢。哇，媳妇儿你太好了，哇哇哇哇，哎哇！哎呀，怕你激动的。行了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给你做去哈。爱你哦，么么哒。哎，有媳妇儿真好。哎呀，肚肚好饿呀，不过好期待俺媳妇儿做的什么。哎呀，我仿佛都闻见香味儿了。哎呀，俺媳妇儿真的是太贤惠了。媳妇儿做好饭了。什么？这方便面啊？是啊，包上牛肉面，做几根蘑菇，香葱开锅，鲜虾鱼，齐全。方便面啊？是啊。这四袋方便面还没开封，你准备两个半小时啊？这准备两个半小时，你还这么凶啊？哎呦，你这大菜还打了一天呢，我也没说不是方便面，那对不对吧？红烧牛肉有没有？葱香排骨有没有？烧鸡炖蘑菇有没有？鲜虾鱼丸有没有？这就是你点的菜，菜我已经送到了。这两个半小时啊，我在外边也吃好了，就这些，你爱吃不吃？我。我也太难了吧，这调料也拌不匀啊，这个真意思，哎呀，这女人咋哭什么那啥？切，这点点事儿还哭？喂，谁呀？救什么救啊！不用救了，要我死我派人干。喂，谁家带我开电视？哎，这爷到哪了？这人，哎。是我刷的卡，我这不出去买了几十头大蒜回来，带的真是该死了，真是讨厌。这有完没完了？这是啊。喂。哎呀嘞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在公安总局山路上上班，你给我送上来吧。上山路右转第二个门，有一点新花样。哎呀，
这是，干什么这是？喂，你好，我是东哥太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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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，恭喜你中了5000元的大礼包，请问您什么时候过来取呢？多少钱？5000元。太熟了，我不要了，你自己留着行了。